问题，就还要买一个贵松松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噔噔原厂的 3.5mm 的这个音源线，然后接换到Type C USB 的一个连接线。这一个连接线呢，就要花2000块，哇，跟这个麦克风的价钱几乎是一样的。这个麦克风大概也是2000多块到3000块之间。就可以把我的指向性麦克风呢，先把线拆掉，夹在这边，这样子。那拍的时候呢，那麦克风呢就可以录音。那要装上麦克风呢，今天重要是要把这个拆开，拆掉。Thank you.